当然少不了掌声给我们的钢琴伴奏李伟贤。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今天晚上第一首歌曲的指挥老师李玉芳老师，掌声有请。忘了介绍了第一首歌，我们的是《歌月颂》，由我们的男高音赖天才领唱，掌声有请。赖天才，我们的伴奏李伟杰，还有我们的指挥老师李玉芳老师，当然少不了忘了这七个团体的这个年贺大合唱，掌声再次给予这七个团体。